我们店网络故障，暂时不能使用手机支付。信用卡可以吧？可以的，您稍等。我刚才为什么让您选浅色那一套？如果你选深色那一套的话，穿在身上可能会压不住。不好意思，先生，您的这张卡可用额度显示不够。这样，用我这一张。 好的，您稍等。我之后还给你啊。好啊。我看看微信啊。什么？薛逸要请帮你做小黎氏奶粉的代言人？是的。 刚接到了安迪的电话，已经确认了，让我马上约邦尼过来签约。我觉得他是你的好闺蜜，所以我要先告诉你一声。不行，绝对不行。你跟薛逸说一声，让他换人。换人？这不太好吧？我对比了邦尼的简历和薛逸之前提出代言人的要求，几乎是完全吻合的。我觉得邦尼很合适啊。那就更奇怪。怎么了？ 签约的事情，你先暂缓。可是飞扬那边催得很紧，我要找邦尼谈一谈。什么事情啊？这么急急忙忙把我叫过来？恭喜你成了小丽史奶粉的代言人。真的？他们真选中我了？你不是说跟薛逸不联系了吗？怎么回事？ 当代言人跟联不联系薛逸，这不是两回事情吗？是两回事儿吗？他这是明摆着要勾搭你啊！平时给你买这买那也就算了，现在把代言人的合同都送给你，哎，你那么聪明，你看不出他有企图心吗？你什么意思呀？是，我承认，小丽是选代言人这件事情是他告诉我的。 那也是我自己投的简历呀，而且他说了一切公事公办的。他说了公事公办，所有选代言人的标准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告诉我这叫公事公办呀？邦尼，你离他远一点行不行？你早晚会后悔的。我为什么要后悔啊？别说我跟薛逸没什么，就算我们俩有什么又怎么了？怎么了？你是有男朋友的人，那林肯算什么？ 你离别的男人远一点，算是对林肯起码的尊重。你是个女孩子，能不能不要这么随便呀？你说谁随便的江达林？你管的未免有点太宽了吧？我跟林肯怎么样，那是我们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你这么关心林肯干什么？还不是因为他是魏哲的好兄弟，天天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实际上你就是想讨好魏哲吧你？对，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为了魏哲，要不然我管你跟谁好呢？ 你现在就要脚踩两只船，有一天船翻了，早晚掉江里。你最近那么忙，有时间去医院陪你爸吗？昨天加完班后我去了一趟，我爸还是老样子，躺在那儿，我有点担心。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医院陪你爸爸说说话。瑞拉，宏伟，生日快乐！ 谢谢。生日礼物奉上。哇塞，有生日礼物上。介绍一下，何宏伟，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也是我的好朋友。你懂礼，男朋友。你好，男朋友啊。这文娜美，啊，晚上找我们，啊，等着我们，赶紧去。我就不过去了，你先去吧，我随便转转。一会儿找你。 亲爱的江总，闻一下，香不香？魏大师的牛排在外面花多少钱都是吃不着的，赶紧开动吧。嗯？哎呀，有完没完了？你这绝对是大惊小怪。 邦尼要接小律师的代言，有错吗？我大惊小怪，代言本身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是，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你就是担心邦尼会和薛逸出轨，我当然要担心了。邦尼是我最好的闺蜜呀。你听我说，首先，邦尼要接小律师的代言和他要和薛逸出轨是两件事儿，你不要混为一谈。你这完全是杞人忧天。而且，邦尼如果真的想出轨， 你拦得住吗？我拦不住也要拦，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一步错下去。错什么了？哦，他跟林肯在一起是对的，跟薛逸在一起是错的。而且他现在跟林肯就是普通的男女朋友关系嘛，在一起如果觉得不合适，就分手不就完了吗？哎，你向着谁说话呢？这个林肯是不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呀？合着我为了你跟他吵了半天，我都白吵是吧？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他跟薛逸认识是我的错，他接代言也是我的错，他将来出轨也是我的错，行了吧？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当时你背着我让邦尼去色诱薛逸，好了吧？现在两人搅和在一起了吧？这件事就是你。有完没完了？吃不吃饭了？我做一桌子菜一口都没吃。你干嘛呢？吓死我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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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我往下哭了。你干嘛呢？吓死我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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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我往下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又错了。道歉。姐姐，但是咱们俩得做个约定，以后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不许谈论其他人，好不好？好。 真是没想到啊，今天他会把你带到这个场合来。你别误会啊，没有其他意思。看我，就我们做律师的，习惯了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是你，今天这个场合我就不来了。为什么？你看啊，就那个人，刚从硅谷归来的计算机博士，他旁边那个呢，他的游戏公司刚刚完成的 C 轮融资估值15亿，还有那个，你想说什么？了解一下嘛，是吧？对对对，张总，不错不错，我们都是青年人。我就想提醒你，就今天来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来头。等一会儿 Stella 在他们面前介绍我的时候，就尽量别说话，我怕 Stella 尴尬，我这是纯好意啊。那个，我知道你在OR上班，虽然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能够进入 OR， 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跟这些人比，确实还是差那么一大截。 而且前一段时间，斯黛拉这个离婚官司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这会儿突然间在身边多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怕他解释不清楚。那你说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想听。 这身衣服应该挺贵的，靠你当码农，点工资应该是买不起。你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吗？
确实没有那么了不起。我承认我没有那么优秀，所以我只能和斯黛拉做同事、做朋友。那你算什么呢？充其量你就是在身边吃顿饭的小奶狗。过来一下。哎，来了。怎么了？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吃大餐，我赚着钱了。有什么喜事吗？是这样的，我呢被小力士奶粉选中做他们的产品代言人了。真的？真的？你不高兴了？你要是不同意的话，这个合同我就暂时先不签了。你等等。做代言人是要拍广告吗？是的。会很暴露吗？有可能。那我就做的对了。我给你买面膜。我看你用完了，我女朋友一定要漂亮。你最近怎么总是送我东西啊？只要你开心，我天天给你买。我当代言人的事情真的不反对吗？我怎么会反对呢？你是我的骄傲。林肯，你真的是太好了。宏伟，你想干什么呀？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跟那小子不合适。合不合适是我的事情。对对对，这是你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但你不觉得这一次你玩的有点过？你想怎么陪他玩都行，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你不应该把他带到今天这个场合来。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都陪着你跟他玩是吗？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是我的好朋友。为了表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我带着我的男朋友来参加你的生日 party。你要足够重视我的话，你就不应该带他来。Stella，你之前在感情上犯过一次错误，我不希望你再跟别人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你想再找，你至少找一个比我强一点的，行吗？那小子算什么东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宏伟，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不想扫你的兴，可是请你尊重一下我的男朋友好吗？你是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话是我一个人想法是吗？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背后偷偷的议论你跟那小子的关系？你是想成为整个圈子的笑柄是吗？你疯了吗，斯黛拉？你跟他在一起就会毁掉你自己。我知道我已经成为这个圈子的笑柄了，可那又怎样？我只是想过我自己的生活而已。我先走了，生日快乐。跟你说，我带你到这儿来是为了帮助你打开社交圈，可宏伟今天这个样子我也是没有想到的。他说的那些话不用往心里去。是不是在你们眼里觉得像我这种普通人根本就不配和你们这种社会精英站在一起？你知道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知道你没有，但是他有。他以为自己成功了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吗？
那照这个逻辑，比他更成功的人就可以鄙视他吗？狭隘。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我绝对不会跟他一样。在职场，在有一些社交场合上，人就是分三六九等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直接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而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只能凭着自己的努力，靠实力证明自己，和他们平等地站在一起。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你很难接受，可这就是成人的世界。我希望你能够接受它，并且学习融入进来。我不接受 Stella， 我不想听你在这跟我说什么道理。你之前对我跟我的朋友生活指手画脚，现在你朋友这样说我，我抱怨几句怎么了啊？你可以抱怨，但泄愤无济于事。这就是我的生活，你可以不喜欢，但请不要妄加评论，批评别人狭隘，自己得是个不狭隘的人。Stella， 太素了，换两件。好妆了，怎么样？紧张吗？说实话，有点紧张。没关系，你先适应一下，一会儿就不紧张了。那大概什么时候拍啊？等蒋楠卸化好妆，我们就可以拍了。好，那我先去忙了。好嘞。我来了，站那，帮我调个光。啊，好。哎，两边灯再往后撤一点，帮着上一下。哎，看我。Hello， 你好，谢谢，欢迎周夏夏，辛苦了。舒总好，今天辛苦你了。没事。谢谢，姐姐好。今天呀，就麻烦你了。应该的，您放心啊，我今天一定把你拍的美出新境界。他是谁啊？哦，他啊，一新人。哦。那欣姐，待会儿你有什么吩咐跟我说。好，你去忙吧。蓝欣姐，你看这套衣服怎么样？这颜色太深了，有没有浅一点的？有的，那我再帮你选一套。舒总好。好。好的。薛总，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大家。哦，一切顺利吧？啊，非常顺利。薛总好。你好。薛总怕我们偷懒，亲自来监工呀。监工倒不至于，我呢就是为了感谢大家的辛苦拍摄，把咖啡给大家分一下。好嘞，谢谢薛总。来来来，大家喝咖啡啦！来来，薛总请来喝咖啡了啊！好，来，快过来。赶紧过来。薛总，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随便拿一杯了。一切还适应吗？还好。你说先吧。这是干什么呀？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拍摄会很辛苦的，吃点东西，补充下体力。谢谢薛总。舒总。哎，
我们现在不着急拍摄吧？不着急，你们慢慢聊。我们喝咖啡。我呢，还特意买了你爱吃的蛋糕。安妮这边请。吃吧。薛总，费心了。你看人家求婚多浪漫啊，整个上海都能看到。我不管，我也要。好，回头我也订一个小时双子塔跟你求婚。你说的啊。请您用。好，谢谢。来，谭总，来，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的上海？我压根就没走，啊？那怎么那么长时间没你消息？哎呀，我都被人踩成这样了，要不干成点事儿，哪还有脸见你们？哎，谭总，那你现在在哪高就呢？高就？我去哪儿应聘，哪家公司都不要我，说我是个有前科的人，搞笑吗？哎，谭总，刚那两人说的话你听见没有？他们说的是你前女友。前一阵子，他们办了一个隆重的求婚仪式，那轰动整个上海。他现在男朋友是魏哲。从广告引发的关注度和目标受众的认可度来看，这次广告投放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受众对邦尼的认可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个不难理解，邦尼呢本身就是个网红主播。网络直播的观众和我们的目标受众本身就有很大的重合度，所以选择用邦尼一定会事半功倍。所以还是薛总有远见。您千万别这么说，这次代言人的广告拍得很成功，你们也辛苦了。不过，还是不可以放松。从第一季度的市场分析来看，由于奶粉新政的推行，一些贴牌的假洋牌奶粉被迫退出了三四线城市，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大块蛋糕。对，没错，小力士奶粉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更好地落地中国本土市场。那如果要是能拿下三四线城市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市场占有率来说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同时我们的品牌影响力跟我们的本土效果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明白，我们会尽快根据您的要求来制定营销策略。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与其我们花费时间跟金钱找两个人同时代言的话，不如干脆把蒋南希拿掉，接下来的视频广告拍摄就留邦尼一个人就好了。好的，我马上安排。好，你们去忙吧。Hello， Robert， 你说，紧急会议。自从那个薛毅来了以后，我们这些之前跟着艾文的老人，劝退的劝退，降职的降职。我之前好歹也是个副经理吧，现在呢？看见没有，市场专员。这跟那些刚毕业的小屁孩有什么区别？那是平起平坐。那你干嘛还要在飞扬干呢？糊口啊！我可没你胆子大。也不瞒你说，我就是想老老实实挣点钱把婚给结了，要不然早就走了。对了，你今天突然约我，什么事儿？哪有什么事儿啊？咱们之前关系那么好。这么长时间不见了，想你了呗。来，朋友，咱们喝一个。来。啊，对了，我听说小力士奶粉在泰国出了点事儿，是吗？还真是，泰国那边真的出事了，公司下令现在全面都要封锁消息。
要不然市长非地震不可。哎，你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哎呀，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哪还有什么事能瞒得住的？也是啊，你都离开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对小律师那么感兴趣呢？这不闲着也是闲着吗？伯牙，你跟我说说，小律师奶粉在泰国具体什么情况？智慧星澳洲录节目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再三的叮嘱你，不要出错，不要出错。可你倒好，给我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我们花费人力物力飞到澳洲，那不就是为了智慧星最新的奶粉产品做宣传吗？你把明星给我拍了一圈，可是客户重要的广告词你一句都没录，你是干什么吃的？你对不起袁总，我本来提前都跟导演沟通好了的，可是没想到那天现场状况百出，我一时也没顾上。你没顾得上那要你干什么呀？状况百出那还不是因为你前期工作没做到位吗？是是，都是我的错。袁总，您消消气，我下次一定注意。小雅，你也知道，沈英杰走了之后，客户总监的位子一直空着。我把智慧星这个项目交给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吧？我明白。袁总，您是在给我机会。你知道就好。在明视，除了沈英杰，我最看重的就是你。可是你也要争气呀，要不然我怎么能够名正言顺地提拔你当这个总监呢？袁总，您放心，我现在就去智慧星找吴总，无论如何我要搞定这件事儿。当然。你也别怪我刚才语气太冲。上个季度，智慧星的市场份额比小力士低了11%，客户着急，我们就更不能出错，明白吗？我明白。你先出去吧。喂，哪位？谭新凯，你找我什么事儿？不好意思，周末还让大家来开会。一个小时前，一个叫清风徐来的博主转发了一条泰国小力士奶粉被查出大肠杆菌，产品被强行下架的消息。结果消息迅速席卷了微博热搜、朋友圈以及国内最大的几个母婴网站。现在飞扬的官网已经陷入了瘫痪。官方微博下面也是一片质疑的声音。这个消息在泰国3天前就报道了，为什么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飞扬的高层决定封锁消息，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没想到消息还是被泄露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他们竟然想封锁消息，当泰国是火星啊？那现在有什么线索吗？打算从哪里入手？泰国那边已经证实，奶粉是在被灌装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的，而出现问题的这些奶粉都是同一批次。就算是同一个生产线的产品，批次不同，产品的质量也会不同。让飞扬赶紧查一下。国内的产品和泰国出问题的是不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批次，这一点非常重要。好的。另外，还有3点提醒飞扬注意：第一，让他们立即开通一个24小时的热线电话，态度一定要诚恳，始终跟消费者保持沟通；第二，公司上下口径一致，绝对不许有人乱说话，所有的解释必须由统一邮件来回答，邮件晚一点我和江总拟好发给你。第三，让薛毅做好随时向媒体解释的准备。好，我立即沟通。还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等，
马上派人把国内在售批次的产品送到相关部门检测。我们在发声明的同时，如果有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来证明国内的产品是没问题的，这样最好。好久不见，袁总。陈总，居然还在上海，在哪儿高就啊？严晓慧到处说，我是因为吃里扒外才被军来加选开除的。全上海现在有哪家公司还敢用我呀？您不会不知道吧？坐。咱们有话还是直说吧。你打电话告诉我，说有智慧新的事情要跟我谈。是什么？这个我早知道，这跟智慧新有什么关系？智慧新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小李氏。我记着，我在离开飞扬之前，智慧新一线城市的市场份额比小力士至少低了8个百分点，至于现在的话，应该会更低。而且我听说小力士要发力抢占3-4线城市的市场，到时候智慧星会更加被动。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说我能帮明世搞垮小力士，让智慧星趁机抢占市场呢？告诉你，这个消息就是我放出去的。好歹我以前也是小力士的项目经理，搞到点内部消息，我还是有办法的。你为什么这么做？很简单，我现在一没工作，二没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只能通过之前在飞扬的关系，搞到小力士的消息，想跟袁总换点钱花。你觉得就这条消息值多少钱？这条消息当然不值钱了。这个呢，是我送给袁总的见面礼。我刚才说了，我要帮明世搞垮小林氏。袁总，您觉得值多少钱？我凭什么相信？说句难听的吧，我谭新凯现在就是一条落水狗，我骗你的话，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所以我请袁总给我个机会。您放心，我绝对会竭尽全力，而且我相信袁总身边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么了解小历史的人了吧。开个价吧。20万。20万够吗？这只是第一笔，当然了，这个钱不是给我的，是用来继续买水军，扩散对泰国那件事情的影响。我们只有逼着 DL 尽快回应，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计划。至于我的这笔，我相信事成之后，袁总应该不会亏待我吧？谭新凯啊，谭新凯，你果然是个人才。泰国的媒体得知国内对小力士奶粉的关注度提高之后，他们也开始大规模的报道，这样会反作用于国内，这可不是一个好信号。网上对这件事的关注度突然升温了，
魏总，你看舆情图。之前十三家主要是母婴论坛的微博、微信等平台，他们的评论和转发数基本上每分钟增长80至100条，可是突然间以每分钟200条以上的速度开始增长，还有几个大 V 也开始转发了。这就说明事件已经开始发酵，进入到了扩散期了。接下来，咱们要和舆论扩散还有媒体报道比速度、比时间。路易斯，赶紧跟舒琴联系一下，问问他产品批次调查有没有什么进展。安东，舆情监控1小时跟我汇报一次。OK。来了。就住这儿啊？哎呀，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老弟。这回叫你来啊，就认认门。你坐呀，你站着干嘛呀？坐。什么呀？哎呦，凯哥，这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你要结婚了吗？这个是我给你的礼金。哎，别闹了，凯哥，我这婚礼日期还没定呢，你这送礼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啊，筹备婚礼用钱的地方多了，这个我知道。2万块钱别嫌少，拿去用。再说呢，我吧，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上海了，你的婚礼我能不能参加还一回事呢。所以说，这也算是我提前祝你们俩百年好合。凯哥，你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真不能少，太重了。宽阳，我告诉你，就凭咱俩这关系，一点都不重，而且怎么了？有事说吧，凯哥。跟你说实话吧，这个钱呢不是我的，是我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给的。上次你跟我说泰国小力士奶粉出问题的那个事儿，之后我遇见一个朋友，我这一不小心呢就给说漏了。我说这事儿怎么爆得那么突然呢？原来是你啊！你这不是害我吗？要是公司查到了，你让我怎么办？你急什么呀？就算查，查到我这就为止了，怎么会连累你呢？再说了，飞扬知道内部消息的人那么多，怎么就会查到你的头上啊？啊？这样最好。凯哥，我现在着急挣钱结婚。每个月还要给家里打钱，我是真的不能丢了这份工作。我知道，这个钱呢，是他们给我的消息费，这个消息是你告诉我的，所以这个钱你拿着是理所应当的。啊，不不不，凯哥，那这钱我更不能收。拿着，你一定拿着，听我的，孔阳，拿着，要不我心里过意不去啊，拿着。行吧，谢凯哥，客气。OK。是不是在你们的眼里，觉得像我这种普通人根本就不配和你们这种社会精英站在一起？你知道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知道你没有，但是他有。他以为自己成功了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吗？你居然在感情上犯过一次错误，我不希望你再跟别人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你想再找，你至少找一个比我强一点的，行吗？那小子算什么东西啊？你到底喜欢他什么？那照这个逻辑，比他更成功的人就可以鄙视他吗？等时间冒出嫩芽的声音，才逐渐看清窗外风景，跳云的呼吸小心翼翼，谁的心事揉成秘密，等回忆
缓慢无声的提醒，城市中那一些繁文如里，浮生犹如在风中旅行，渺小却华丽，生无力表情。